来，我调音。爸爸，我现在已经跟羊要上学了。现在拿这个。后面那边，今天拉好，也拉好。然后再一次。开始。不要拉前面。快点，先拉这边，等一下再说。拉西手西。你的弓要握好，握紧才能拉大声，知道吗？再一次，吸，手退后，放下巴，对，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手是放下巴这边，吸，收，吸，发，你的吸按好，按到这边，再一次，重来。然后再一次的，好，但是你的弓可不可以放到这边去拉，不要太上面，再一次。拉西手西，不要太多。没有咪，然后像第二次，拉西手西，你拉太慢，你不知道你拉第几次。这样是完整的一次，再一次来。等一下，你的。不要动，还没。好，开始。再一次，摆好。哎，不要扭，不要动，好不好？我们拉好，吸，收。咪呢？不行，这样你都搞不清楚在拿什么。你身体不要动，这个固定的。再一次，拉吸手吸吸，收，打开发。然后第二次的拉吸手吸，弓握好，不要你身体不要动，这样子固定的，继续收，
咪发嗦啦哆西西，弓握好，不要乱动，这边都不要动哦，这两边都不要动，来继续。咪发嗦，等一下，你大拇指放下巴。等一下，还没好，我还没有。好，走。都跟西靠紧，连起来。你没有按紧，声音很难听。洗咪咪洗，快点。上去啊！再一次洗咪咪洗。你按错了，你没有按到咪就没有咪。你的手开始滑了，不要滑。再一次洗咪咪洗。伸长咪。那手点起来，好，从头再一次哦。开始，弓握好，预备，出发。拉哆西拉，再一次，预备，三、四，拉哆西拉，没有退后音都错了，手退后，从第一次这边拉西嗦西拉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越来越难拉吗？就是你这边没有握好啊，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啦。再一次拉西嗦西，预备，走。下弓，弓没握好，收收收是三指收，不是三二指发。但是你弓没握好，所以后面都拉错了。你弓没有握好，后面都拉错了，真的。你把弓握好，不要扭，不要扭来扭去，握紧它。我就说握紧了，就是握紧了，好不好？下来一点，握紧它，再次拉起手膝，身体不要动，固定好。对，预备，走。不要拉那么长，不要拉那么长。你速度没那么快，就不要拉那么长了。三、四。下弓。
弓握好，弓握好，真的没有握好，一定会再好几个，再一次，继续。手连起来，哎，深蹲往后退，收发咪了，再一次，弓握好，弓握好，我意思说弓握好，你的手怎么一直会扭呢？拉起手心，预备，走。手跑掉了，真的啦，弓握好，下去一点，对，拿起手机，预备，走。这样子，只要按三个指头的 re， 等一下会只会用到第三个指头的 re。你先听我拉一次哦，弓握好，弓握好。你的三个指头 re 有没有在第二条线上面？第二条弦，懂吗？等一下哦，手掌心打开，用力按紧它。好，听一次哦。不要嘛，一定要在白点 re 啊！你超过了，你按到白点咪了，只能这个 re。再一次，弓不要歪，拉，好 re， 手退后点，抓好它嘛，控制好它 ，re re re 拉 ，re 拉拉。瑞拉，好了，再一次的瑞瑞瑞拉，退后，拉瑞拉拉瑞，好，再一次哦，瑞瑞瑞拉，瑞瑞瑞拉，瑞瑞瑞拉瑞，拉瑞拉，开始。Re, La, Re, eh, La, Re, Re, 不要按。啊，再一次 R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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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。啊，再一次。手退后一点，手退后一点。拉
啊、哦，弓握好，自己握好，自己握，没有握紧啊，握紧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？啦啦，然后瑞瑞，哎，你按好，你不要移动它，不要移动它，瑞瑞，然后咪拉发咪发咪起来，咪放掉咪，不要按了，然后拉三十拉上去三十拉，按到上面的三十拉。米拉没有那么难，米拉来，米三指拉，一指发发米连起来，这个要升发的，发米放掉咪，放掉咪发，再一次发咪，然后 re 三指 re 的 re， 好，再一次啦啦 re re。瑞瑞，哎，三白点瑞，好，咪啦，不要按，不要按是咪，不要按是谁？对，好，咪，不要，还不要，还不要咪，然后啦，好，发咪，咪，放掉咪啊，然后瑞。好，咪拉发咪瑞发咪连起来，咪拉三点三指拉，三指拉不是三指瑞，你这边是三指瑞，这边才是三指拉，知道吗？不一样的，咪拉再一次，好，发咪连起来，发咪一指发，咪放掉咪。瑞，好，西西拉瑞发咪西是这边了，西西拉瑞，不要按瑞，二指发打开，二指发，二指发，发好，一指咪，好，接下来发发瑞西，好，三指瑞，隔壁三指瑞，西，好，咪发，咪放掉，发发啦西西发，隔壁一指发。发，我说发不是说拉，白点一指发，咪瑞西，咪，然后瑞三指瑞，西，然后放掉拉，拉发二指，二指发，发二指发在哪里的？我已经跟你讲这条弦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手放那边，发 re 放掉 re 一指咪，然后好，把前面会拉就先会拉就休息了，对对对，拉预备自己拉，三指 re， 我们不是二指哆，是三指 re， 二指是哆，三指才是 re， 走，出发。后退，拉 ，re， 拉，好，然后 ，re re， 没，你按低一点点，你放低一点点，按紧，按紧，你没有按紧，声音好尖了、啊。
蕊，蕊，高高蕊，三指蕊，拉，不要按。